各位好，我是光哥，我现在在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广西桂平询问水库的这边。现在呢，那边有很多人在钓鱼，等下呢，光哥呢，我就准备下去摸些石螺回去炒，因为这边的石螺呢是成千上万，混手一摸，就是像混水摸鱼一样，就能够摸到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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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石螺，回到去就可以炒了。这边的风景非常好，那边呢，大哥正在养鹅。这个厉害了，好大哦！哎呦，现在好多啊，真好多了。哎呦，这种起码要卖5块钱一斤。嘘，哎呦，师傅大给到了，哎，小麦又讲你打条十几斤嘅系嘛？系你嘛？系边个得噶？我知喎，喂，一箭双雕喎，喂，哎哟，紧要啊，你真系高手啊！系啊，哎呀，口是成双啊，真系。系咯，我要啦。冇要啊？要放等佢养大呢啲系嘛？嗯，都要生咁快。嗯，你翻去煲汤得咧，咁靓。要啊。我冇要啦，嚟啦，我鱼塘，鱼塘都有。哎，放生。大条啲有乜睇？哎，放生，扯啦。有大粒啊嘛。都有大粒啊，哎呦哎呦，滚滚肉啊！肉紧肉紧，黏黏肉啊！哇！哦，那鲤鱼的咧？一条鲤鱼，我一整街嘅，整街啦。喂，你嗰只鱼几贵嘅？几钱一只？200蚊。哎，食啦！发啊！咁沉点冇发？放啦！得啦！哎呦！哎，又系啱大条，老教不改。哎呀，条鱼不知好食哦，系咪鱼嘛？冇系啊，条鱼几蚊斤？哎，几十蚊斤？啊，条鲤鱼呀？嗯，鲤鱼都靓啊，鲤鱼。今天要准备搞节目了，哎，这些舞台在那里，哎，对的，嗯，来准备去接新娘了不？奔驰，那个雷克萨斯，哎，奥迪，哎，对，不用了，光哥，哎，过去了，光哥。开始搭舞台了，前面就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，没有那么好。
今天就准备在这里搞大型的活动了。对，现在这些都是来帮忙的兄弟，这些新娘的都是好车，您看，当当当当，那是上级别的车了吧？不是开玩笑喽。老板，老板，那你结婚你想坐哪一台？我要坐啊。啊。我要坐。看你有没有眼光。我要坐奔驰。哈哈哈哈哈。这个吗？雷克萨斯吗？这个很牛啊！这个还贵啊！哎，这个卡罗拉，这个卡罗拉，皇冠，皇冠。哎，那看男孩啊！啊，这新郎。人家没钱嘞。哦。超级大场面，还是很多的，还是很小。中间呢，新郎是吧？这边的人呢，特别的客气啊。非常的好客，你飞得起可以吗？好差，难睇。哇！好帅哦，我们的新郎啊、哦！好，祝我们新郎早上贵子。谢谢广哥，谢谢广哥。哎呀，太帅气了！哦，等我等我，啊，吃过来。在这边搞一个大型的活动，准备搞150桌啊！一般的人搞不起这么多桌的。现在这些工人们呢，都在帮我们搭舞台，搭着舞台了。今天晚上呢，就要嗨，嗨他个天亮。差不多20分钟。145位、有几多个嗰只咁嘅罩？依家有30多个啊！30多个，哇！赶唔赶得切啊？可以。有冇把握赶得切啊？赶得切啊！赶得切。辛苦啊，大哥！准备出，准备出发去接新娘了。多少人一片真心换一身伤痕。